大家好，我叫于果成。对我来说呢，运动无时不在，哪怕是在家清洁地板、煮饭等事情，都是在运动。很多老人变老以后，就一直坐着、躺着，身体机能就慢慢的衰退了。所以啊，一定要坚持动起来，流水不腐，身则车墙。平时我喜欢打气排球、乒乓球、毽球、羽毛球，还有门球。我打门球差不多20多年了，身边很多年逾的80、90多岁还坚持打门球的长者。所以我认为呢，门球是适合老年运动的，它的运动量不大，室内呢或者操场呢都能打。为了得分还要考虑战术，大脑也得极好的锻炼，特别适合老人。此外，门球队比赛时候需要团队作战，所以一起打门球的老人都很有默契的好朋友，有很强的团队意识。除了身体健康外，我觉得老人也应该保持乐观愉悦的心情。我平时喜欢唱歌跳舞，唱歌是练气，跳舞呢是全身运动。虽然姿势不优美，歌声也不动听，但是大家开心我也开心。人生就像打球一样，力度适当，方法得当，就可以进球。而掌握了正确的方法，就一定能安稳地进入健康之门，快乐健康变老。